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荒野三哥。今天是2020年的10月3号，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，重庆市区啊下着小雨啊，挺冷的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解放碑的这个人流量怎么样。晚上10点半的这个解放碑啊，还是人不少，这里的美女很多啊。解放碑的美女多，名不虚传了。当我回头，你不在身后。重庆只有冬夏，没有春秋，往事没有结局，只有开头。有不少人都穿着裙子啊，他们不怕冷。地上非常的湿滑呀，刚刚我这个差点滑倒了，还有一些小朋友。这里的美女真不少。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呢，年老的特别少。祖国万岁。那里有个可爱的小姑娘。解放碑前有我的怀念，观音桥边你我手儿庆祝国庆，以为台阶可以走到永久。当我回头，你不在身后。我又转回来了。重庆只有冬夏，没有春秋，往事没有结局，只有开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解放碑的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相爱曾经穿透我的胸口，重庆只有冬夏，没有春秋。